好，大家好，大人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韩国最近最厉害的百货公司 The Hyundai， 就在我的身后。这个呢，真的是最近最厉害，红的展览啊，快闪店啊，都办在里面。因为最近不是冬天嘛，我想说，大家如果逛街边可能会有一点点冷，所以想说很适合逛百货公司，因为你什么都有，又有暖气，但是里面真的太大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就要帮大家全解析到底哪里好逛，就直攻那边就好了。而且今天有个大重点就是呢，要告诉大家怎么挖好它。你们知道这里面可以直接打折吗？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，就是所有外国人都可以打折，只要有护照就可以。Yes， 就可以办一个专属的外国人会员卡。之前买的东西全部都是多花钱喽。那大家对 The Hyundai 有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现在已经到六楼啦，六楼的这边呢，就是可以办会员卡的地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一起去办。但是呢，在办之前呢，要先来感谢这一集的干爹，就是我们的 Samsung VPN。上次有跟大家介绍过，它就是非常厉害，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带你去各国游览。这是利用 VPN 让你的手机呢可以自动跳到日本啊、台湾啊各个国家去。尤其是因为呢，像我们人在国外非常的需要，因为有时候看剧的时候就是版权问题，这时候呢只要跳回台湾或者跳去其他国家就可以看了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方便，真的，而且它连接也非常的迅速，只要打开然后呢按国家再连接就瞬间就连上去，好方便。然后有一次我吓到，因为通常连 VPN 不会变慢，哦对，是不是完全不会？我那时候真的是一整天都不小心开的 VPN， 它真的很需要，有些便宜免费的，对。就会很多，而且你如果是比较在意就是网络安全的话呢，透过 Surfshark 去连网站的话，也会多一层保护，就不会让你的隐私容易曝光。所以啊，如果是像我们一样居住在国外，或是呢常常需要浏览就是国外网站的朋友，真的很需要 Surfshark VPN。现在呢有折扣码 ALUN， 只要输入呢就可以享有 1.7 折优惠。另外呢，如果订购2年的话，再加送3个月，等于是2年3个月。真的要订起来，超划算，有需要就可以订起来，我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，要先点开哦。我刚刚问了，就是可以办，然后但它积分只能累积当年的，就像我们现在12月办就有点想吃亏，因为我们就只能在12月31日前把积分全部用掉，不然明年就会全部消失这样子。对，大家注意这一点。但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外国人就会马上用完，因为直接来一个礼拜。对啊，通常你有什么对，这边这个呢就是排队的号码，那如果没有韩国手机的话呢，就是输入00000就好了。好啦，我们已经拿到了会员卡还有这个新客的九折券，而且呢他说全馆都可以用。五楼呢通常他们那边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展览，最近是圣诞节，所以就是漂亮的圣诞是。然后呢五楼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逛 Samsung 的，因为 Samsung 在韩国买真的是有够便宜，你可以去试算一下给大家看。台湾非常夯的折叠机，这边是搭配电信的价格。以我爸上次买的机准，我爸上次买的好像是512G， 空机价200万，当时退税好像退了有34万，因为大概是7%左右，7-8%。Samsung 他们自己就是还会有那个机点会换现，那因为我有韩国的账户，所以那个现金会直接换。那个大概多少？14万，所以这样省了30万左右。然后如果又再搭配上这个19折的话，再省20万，甜甜价，所以等于是扣50万，变成150万。真的差很多，你知道台湾定价有多贵吗？在四楼呢有韩国的 NB， 因为韩国的 NB 呢产品线有点跟台湾不太一样，他们有些自己独家，所以我觉得蛮推荐可以来逛一下的，在四楼哦。好的，各位，我跟你说，二楼非常的好逛，假如是喜欢这种比较什么围巾，然后有点小奢侈品牌那种，韩国很多，就什么 APC 啊，然后阿米也在后面，然后还有那个小狐狸，大家很爱的小狐狸，还有那个 Mason 的 Jella 都有。总之呢，这边真的非常多这种小奢侈品牌，我觉得蛮适合大家来逛一下的，在二楼。对，那有个很漂亮的帽子店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一楼，一楼就是非常多的彩妆跟精品啊，就是大家的最爱。然后基本上有什么牌子都找得到，香水啊、香氛品牌啊，也有保养的也都有，都在这边。那个圣诞的超级可爱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有那个我的那个购物清单，而且就是买到了我就会打勾。超认真，因为你就像截图自然，然后你就算不会韩文，你就说一个一色，然后他就会拿给你。对，好的，我们现在人在 B2 就是非常 home， 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都在 B2。假如说你对精品没兴趣啊，对美妆没兴趣，直接来 B2 就好了。
一进来就马上看到我们很喜欢这个珐琅石的餐具，好漂亮，好可爱，这可以买来送人哎。各位发现厉害小香小众香，这瓶很可以耶，而且它的包装好有质感，对，就是完全是我的菜。其实它价格也不贵哦，100ml大概2-3千块。好的，这次呢想说就是年末，想说送给我的亲爱的小伙伴们一些小礼物。刚刚那个闻到非常好闻的这个香水，就决定送给就是胖胖，就蛮适合他。然后呢，很漂亮的餐具，就是送给我们贝拉西，感觉很喜欢这种。对东西有一套要求，对，还特别送那种比较怪的颜色，然后刚好在同一家店就买到了，超爽的。对，因为它这边是选品店，所以就是有一些蛮有质感的品牌都有被选进来，礼物还蛮好逛的，真的。然后等一下要去挑，目前还有3位的礼物要继续买，还有我自己的。哎呀，地球娱乐室，噔噔，然后他们有卖他们的睡衣，还有一些这个。周边的 T 恤，好的，现在呢我来挑衣服给我们亲爱的小伙伴，因为呢他就喜欢一些比较复古、比较特别一点的衣服，这好像可以耶，就基本款这样，它是简单的 logo。他们家最近也是蛮红的，好红啊！但我觉得他已经不喜欢米色，他应该是喜欢一些淡蓝这样。现在有出这种绒布版。学弟也可爱耶，怎么办啦？怎么办啊？好想买哦、啊。这件怎么样？很适合你，是蛮好看的。有看到他那个朝鲜吗？他朝鲜旁边有写你的名字，而且是刺绣，它是立体的。对，立体刺绣上去的。这个是你的蓝啊，阿伦蓝。蛮适合你的，但我觉得里面不能搭你现在这个有领子的，要搭大学弟或针织。真的好看。好适合。来，我们现在在一间非常值得逛的一间男装店，来给大家看。它算是一件素素的针织，对，它整件都是非常有质感。对，它颜色调的超好。就是这种虽然是简约的大衣，但它的版型看起来就是有够好看的，然后这种韩国人就是会很喜欢。好的，最后还是忍不住诱惑购入。但我要用那个9折券，对，等一下就要上去一起换券，我不能再买了，不能再买了，已经买够多了。好的，大家，我们现在人在6楼，就是客中心，刚刚已经把所有的积分券什么都弄好了，有一点小复杂，交接给大家听一下。总之呢，它有2个东西，一个是我们刚刚的9折跟那个积分，两个是不能并用的。你用了9折之后，你的那一笔单就不能再积分了。积分会进入你的会员卡里面，然后会员卡呢超过60万以上的积分就可以开始换券。对。然后我们刚刚呢积了大概100万，100万左右才拿到1万块，所以差不多是5%。对。它的那个门槛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，反正你就是拿到了这一堆之后，你就是直冲6楼，然后你就开始啊，你要 tax free 也在6楼。对 ，tax free 要6楼。对，然后你要把这些 points 放到你的那个 global membership 的 card 里面，也是在6楼。对，然后呢你要跟他讲说放进去之后呢，你还要兑换成。那个现金券，对，就可以变成那个他们的，对，对，他就会给你这个券，对，就会给你券，所以你们可以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把它全部兑换出来，因为它是累积到一定的额，哦，所以它就是有一些坎，你可能自己要算一下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 B1， 因为 B1 的话呢，就是直接换另外一个9折的现金券，然后又要再让我们进行下一次的消费。没错，好的，现在在 B1 呢，我们再换那个9折可以拿到的现金券。我刚那笔是60万，所以呢这边能拿到钱就是5万韩元这样子。然后是可以直接全馆做使用的，耶！得到了5万块。好的，接下来买剪辑师的礼物啦。我帮他选的品牌呢是 This Is Never There， 是在韩国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一间。然后呢，因为它就是那种比较潮一点的感觉，然后刚好我们剪辑师也是比较中性一点的女孩，所以呢感觉蛮适合她的。然后就要用刚刚那个拿到的5万元。看多爽，直接用起来。想说买帽子给他，那蛮好看的。好看哦。对啊，很潮哎。好看，对，这个好好看。对啊，这个好好看。还是买毛毛，可是台湾是戴不到毛毛。对，台湾戴不到。选了一个帽子跟一个这个围巾，很可爱，小配件。各位，我真的蛮喜欢 This Is Never Day 这一家。它首先一些基本款就还蛮好看的。这种羽绒外套就很好看，然后颜色也是超级多，超多颜色，还有那种变形虫，就是那种花纹的。这就是他们家的帽T，
超级好看，然后很厚实，可能买这么多吧。好的，爆买完毕。这次呢，真的是哦，战利品好多，超级多，可能可能第一百万嘞，真的超多。就说买我自己的，又买伙伴的礼物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想分享给你们呢，除了这些之外呢，就是如果你们要逛百货公司现代百货的话，记得要去申请他们的会员卡，这样才能买的就是更划算一点，就有优惠，再加上退税会非常非常划算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的 Surfshop 啦，谢谢今天的干爹才让我这边大爆买 Surfshop VPN， 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会把所有资讯放在资讯栏，你们要记得点开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期爆买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希望大家呢都能过个好年。新年快乐！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